抠门的最高境界。瞧，这就是我用省下的钱买的新车。哇，厉害呀、啊！怎么做到的？省钱嘛，说难听点就是抠。比如呢？比如傍晚时去菜场买菜，便宜不少，三餐自己做，一个月能省不少。还有，别看上班坐公交不贵，一个月也得不少钱。走路既能省钱，还能锻炼身体。下班了。再比如，打电话响一声就挂掉，等对方打给你，就能省话费。纯粹，国外的蛋总找你，让你回个电话。哦，好的，蛋总，明白明白。还有，洗完脸的水可以用来浇花，这种常识大家都知道吧？电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，注意节约用电也能省很多钱。又可以用几天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？你至于抠得这么离谱吗？啊，谁跟你对着干了？我只是抠习惯了。好，我就使出我的抠门绝技来和你比一比。瞧，一块肥皂我用了十几年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果然是真的，厉害呀！切，谁想和你比了？比不赢就逃吗？站住！加薪延长生命，以为你赢定了吗？我也会。你确定这俩还活着吗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谁让你俩先给我打开的？给我封上！被嫌弃的老妈。同学们，这就是咱们本次的郊游地，自由活动。郊游你背这么大包，搬家吗？我只是郊游，不必带这么多吧。不带上这些，那不放心呐。烦不烦呐？我长大了，不用你管，我也能过得很好。至少带上这些。真是瞎操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一起玩呢？好啊。检测到受伤信号。切！对。事实证明，老妈的操心是多余的，我这不过得挺好的。锤锤，你别怕，我去找老师。检测到危险信号。儿子，你可能觉得我很烦，但只要能守护好你，当妈的什么都愿意做。敢吓我儿子，把你抓回去当坐骑。对不起妈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多打人了还这么黏妈。阿姨，您还缺儿子吗？不服输的比拼。最后吃完的把碗刷了。果然吃饱了就犯困呢。没错。你们俩两个听着，我去完超市回来，碗要是还没刷，后果自负。看什么看？我很忙的。臭小子在学习，不可能。这就是你说的很忙，还不去洗碗？爸，你不也闲着吗？谁说的？我跟你王大爷下棋呢。都三天了，想好了吗，老王？别急，我再想想。赶紧去洗碗吧。老妈应该不知道你藏了这么多私房钱吧？敢威胁我？你这些零分试卷我可还替你瞒着呢。你懒得洗，偷偷扔的臭袜子被老妈知道会怎么样？臭小子，何必鱼死网破呢？咱公平一点，抽到红球就洗碗。不算，重新抽。爸，你耍赖。
一球定胜负，这次绝不耍赖，信你最后一次。臭小子，看来你是真不想洗碗呢，也不让着点你爹，公平竞争。糟了，声东击西。爸，快去洗吧，妈快回来了。哎呀！完了完了，那可是妈的化妆桌，脏还是老的辣。通过这次洗碗，我才知道你平时做家务多不容易。以后的家务我和爸包了，你啥也不用干了。太好了，你们父子俩终于懂事儿了。但总感觉家里好像少了什么呀。折磨人的室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室友。很久没人敢入住我们宿舍了。我给你提个醒，我们摔跤可不老实，小心思敏。彼此彼此，我睡觉也有点小毛病，那我就睡这儿吧。熄灯了，都老实睡觉。在一个人黑风高的午夜，一片寂静当中，一位红衣男子上厕所忘了带纸，方便过后，他看向了自己的手指，突然，啥呀这是？你干嘛呀？我又踢被子了吧？闪着你踢被子，你不踢自己的吗？你给我睡上面去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睡觉老实点。这家伙比咱俩还狠，赶紧送走。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天锤死鱼。别学了孩子，得劳逸结合呀。我要努力早日保送大学，绝不可能教会一间宿舍。藏不住的能力。怎么竟安排些这么难的工作？不做了，人头一天是一天。哼，快，我老婆来了，谁能带我逃掉，我可以先发奖金。偷跑去钓鱼，还骗我说在工作，活腻歪了。老板老婆上学是练田径的，不可能逃得掉。就您了。我工作还没做完，救老板的命也是工作。我来吧，我工作忙完了。那赶紧呢。多亏你呀，不然我就遭罪了。这是奖金。来个人，下班前把这堆文件分类处理一下。那么多，下班前绝对整不完，谁干啊？我来吧。就这么简单。不错，工作能力很强，以后你就是部门经理。谢谢老板。最近公司需要人去外地跑业务，开拓新市场，有谁自荐吗？跑业务风吹日晒的多苦啊，况且外地人生地不熟，绝对处处碰壁。我去吧。咬死你。就你了。多亏了锤锤，公司发展神速，以后他就是副总了。不是吧，这么难的事怎么到你手上变得这么容易啊？你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，怎么知道做不到？心态决定一切。看待事情得乐观，别给自己强加压力。